我好清楚，我只是发紧梦。我好清楚。最好的结束，就是最美好的时候结束。是发梦。今天是 last day， 2013年1月18号，六年来的中学生涯今天将会画上句号。有人说 last day 那天我们一定会喊到成只猫咁，其实我们都是留恋过去的人，回忆总是挥之不去。但是又有人说我们应该展望将来，因为社会需要我们。点都好啦，依片天空真系好靓。如果可以永远都唔离开，咁你话几好呢？就系因为靓，所以我哋先要离开。因为我哋唔想见到最靓嘅人消失，好快你就会。点都要面对噶啦。死仔，你做乜咁迟先翻嚟啊？唔系，喺上场等紧你啊！吓？点解啊？今日我收到宣传啊，靓仔！今日星期一啊，到我哋宣传啊，冇路。搞咩啊？学生会？石维哥？喂，做乜播歌嘅？交通宣传啊，到我哋跳舞啊，行啦 ，let's go！ 吓？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謝一天你改變，石維哥，你支持唔同石維哥。今天不是 last day 嗎？ last day 傻了啊，你走啦，我們照常搞翻鬼佬這個活動，大家認為何時搞好呢？不如十月尾好不好？十月好啊。撐住翻嚟呢度跳翻只舞啊！唔好遲到啊 ！OK， 夠啦，你哋玩夠啦！我明啊，我知道你哋好留戀以前嘅日子，但系就算我哋點樣模仿，我哋都翻唔到過去噶啦！喂，麥當勞到啊！So type two conditional sentence are very typical example is if I were Li Ka Shing, what would 不知由几时开始，我就成日梦想可以回到过去，又有边个会估到当呢啲事情发生喺自己身上嘅时候，又会有几咁不可思议呢？ In the United Kingdom, all right. And so type two conditional sentence is used to describe what type of situation? Imaginary situation. Very good. So using past tense in the if clause, and the main clause we use would or could plus basic verb form. So type three, the last type. 喂，小息啦，打波啊！仲踢波？唔使交 IES 啊！四点前交啊！喂，我撑你。冇人叫你最尾嗰个先做噶。行啦，走。饮酒啊！喂，师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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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咩？你唔觉得今日好奇怪咩？公日母日，黐线，最怪嘢你今日啊！成朝早唔知你做乜？系系咩啊？今日唔系十八号咩？公日系啊，2012咯。吓？唉，黐线，唔好理佢，走。2012年一月十八号，时间扭曲，系咪令到你好头痛呢？喂，喂，
點解我班 friend 會變到咁啊？我知道同你有關噶，你唔好走啊！喂，你知道點解未啊？講你班 friend 啊！究竟點解啊？點解我班 friend 會變到咁噶？你覺得你班 friend 變到咁同我有關噶？唔俾你自己發緊夢啊！你覺得啲咁嘅答案我會相信咩？阿 Jo， 清醒啲啦！你真係發緊夢啊！發緊夢？究竟你係邊個啊？你一個中意留戀過去嘅人，同時亦都好清楚展望未來重要性，夾喺中間，潛意識好掙扎，所以你先夢到兩個世界嘅人。頭先嗰班係我以前相識嘅朋友，如果我冇估錯，你就係我未來將會見到嘅人。點都好啦，好少人可以好似你咁再一次重返校園。我諗你喺呢六年入面都冇好好望過呢片天空。當俾我機會自己咯。你講得啱，依六年嚟，我都真係好似冇真真正正睇過依一片天空。當最後一次鐘聲響起，就係你起身嘅時候。旅程隨時都可以開始。冇带 PE 衫嘅，每个字擦十次啊！一万要雨翼啊 ！Baby 一份。哎，一人一份啦、啊。三點幾啊！唉，有排你捱啊！你冇聽過咩《三字經》啊？咩嚟㗎 ？D S C I E S O L E O E A S B A S L P 啊！冇聽過咩？好笑誒！學埋黃俊安啲衰嘢。學你啫，黃俊安你啫。你仲坐喺度嘅？上面開緊片啊！咩事啊？要練功啊！明日你哋搭三年多，你搭十先嚟上电啊！根本冇人上电，你问下佢哋啦。买投票嗰时明明过半数支持噶。原本就系你一家咁鬼多动作，边人想练啊？系咯。你明唔明啊？我哋赢隔篱班啊！想赢隔篱班，读好啲书，考好 DSE， 攞几个五星星赢仲好啦。咪系。你根本就唔明星光嘅意义。你快翻嚟位啦！徐林嚟紧啊！来啊！大家知咩事啊？自己出嚟攞卷啦！唔知由几时开始，我哋学识咗为咗未来而担忧，无条件嘅拼搏成为咗校园嘅一部分。做咗几耐啊？只手就嚟跛啦！
山城中学藤若飞。俾我知道边个发明综合卷，我一定唔会放过佢。唉，唔系嘈啦，我要攞五星星噶。咩事啊？唉。得个十六七岁就可能喺度唉声叹气，仲嫌自己唔够幸福。你觉得我好无谓咩？冇，只系我觉得你咁样继续落去，好似有啲浪费自己青春啫。迟啲出到嚟做嘢啊！你想笑都笑唔出。唉，咁又点啫？都改变唔到啲咩噶啦。唉，等我讲样嘢俾你听啊！我间公司个老细出名难服侍又抢，成间公司员工都做到颓晒，但系除咗一个人，无论个 schedule 几密，啲小人点样磨练佢都好，佢都唔系好似你而家咁灰。系佢解释咗我无条件嘅坚持，嗰个人就系你。只可惜啦，原来佢系过去，只系一个咁容易放弃嘅人。我知道，我知道坚持嘅重要，系人都知噶啦。咁我只可以承认我太软弱咯，坚持唔到落去。喂，你冇捞乱我。软弱唔系叫你坚持唔到，正正系因为坚持唔到，先令到你软弱。最憎人讲大道理，我都好憎人咁容易放弃。喂，你觉得我哋使唔使同佢讲声 sorry 啊？你自己讲咯，吓你哋冇份激嬲佢咩？咁啊，写封信俾佢啦，一系。好啦，过去咗嘅嘢咧就唔好再谂啦，毕竟大家都有一时意气嘅啫。你都讲得啱嘅，仲有四个月 DFC， 我应该温书嘅。吓，前路都唔知会系点？前路会系点？前程万里，城长风。输唔紧要嘅，三个月后嘅 DSE 唔输就得啦。真正嘅战斗，而家先至开始。喂喂，听讲你 band 好似摆咗 medi 喎。哇！虎科咧真系啱晒你啊！我俾三秒你走，一上上。我好清楚，我只系发紧梦。我好清楚。School life is like a dream because our dreams are full of fantasies and our dreams are very short and very fast. And I think school life is just the same. So do you think so? Yes, I can't agree more. What do you think? Yeah, and also school is a stepping stone for our future path. 好命啊，条底裤啊！点啊？就要走咯。对于我嘅过去，我承认我真系好唔舍得呢度。
呢间学校呢六年嚟带俾我太多嘢啦。你一个中意留恋过去嘅人，同时你好清楚展望未来嘅重要性。对于我将来，我真系好惊啊！人人都话未来嘅社会会好复杂、好矛盾，我真系唔知点样去面对啊！所以你更加勇敢去面对咯。呢班朋友唔会陪你走到最后噶。就算我系你嘅未来，到一日我都会变成你嘅过去。唉，点解做人可以咁无奈噶？咁你又唔使咁嘅。虽然我都好耐冇见过我班朋友，但系当我每次闭起双眼，佢哋都会好清楚出现喺我面前。你都可以噶。唉，最好的结束就是最美好的时候结束。3:20，你后面又要起身了。啊，快。六年的时间就是这么快。你们只不过是我的过去，我的回忆，根本不是真实的。为了我的未来，我一定要离开。今天我只想说一句，一句而已。你们给了很多很多东西我。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将我的青春交在你们手上面。虽然我不知道未来可不可以遇见一班好像你们这样的人，至少我知道你们永远是我心目中最真诚的一班。只可惜啊，所有的东西都有它终结的时候。今天我只想说一句，多谢。今日是 last day， 六年来的中学生涯今日将画上句号。有人说幼稚是宝贵，宝贵在于它很短暂。 last day 就是一个令我们放低志气的转捩点，因为我们将会进入一个竞争非常之大的社会。又有人说未来的社会和矛盾，就算你有梦想有抱负，你都需要面对很多很多根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再不是考你 IQ， 再不是考你 EQ， 你会迷失。所以
保留一丝嘅志气都唔系坏事啊。点都好啦，无论前路有几难走，我都未惊过。乜你见唔到身边有好多同学朋友陪你行咩？好多年之后，点先可以见翻佢哋？答案好简单。Thank you.